买了点肉馅，回去蒸肉包吃。下雨了，不能去地了。我说去了。买点肉馅，咱老包吃了。哎呀，哥，你说说，给他回去了。真够了，真够了。是不是长得干么多呢？我一听说说都，你怎么不念他？爹娘都亲你，我爹娘都亲你。那你，那你再媳妇娘吧。我换个媳妇儿，这叫做的对。这城里跑，家里跑城里，不容易。关键是回去打地里做活儿，回去还得挣食品。这是花钱也忙，也帮不了你忙，还得给家孩子地里上刷新。哎呀，这日子这天，这一日天三日光，这是个天用。你得说一套，你得那块的这。这光说人打理不亏，这终于这累垮下来，累倒了，给说。我说我终于老累垮了。可累，真老累倒了。没有累倒，这不是你喊到这话声里。哎呀，你说这你心情吧，都得劲又回来。你们我一听都是不得劲的。忙的这么严重，看起来起来了都疼，但是没活的那么严重了。我腰啊可把我难受的，我来我自娘。都给个石头上压了，又烫的，哦，沉的，哦，沉的，哦，是太水放的。我这是吃的了，我这怎么你不怎么不出来？他就这么难受，浑身难受，后来黑夜里我难受起来。一个感冒，一个在那啥，你在。这是身体硬，还有俩孩子，还得整这个视频打。不是一条，整视频得三份，还得管俩孩子。俺俺俺俺你说准备呢？有我媳妇，咱这地都整完了，是个体力的那么累，汗的，这劳力再好，这终于这累的累到了，累瘫了。你这几天了不行，你叫俺亲戚的，你别亲戚。你家花生都落地了，这几天你都吃，我这媳妇吧，这多婆婆呢。我是，你在家生这小媳妇，撑着腰呢。但是呢，你传说恁孩子家处处黑，但我也都少轻点儿嘞。你这个年轻人穿红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做好点事儿，人好像没事嘞。他家住没事嘞，好嘞。是啊。